这个我以前较含慢读册，但是哈、哦、家里也很穷，也没有什么钱给我读书啊、哦。你教我我都会，我都有记啊，哎，但是都忘记了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我在考试哈、哦，我也不想偷看，嗯、哦，但是老师对我很严，都去找我啦，去什么啊，不可以去看布袋戏哦。我以前很爱看布袋戏、哦，我就去看了。结果他就去抓，啊，明天就被罚，这样。不是叫你不要去看吗？对啊，他叫我不去啊，但是我还是要去看，因为那个布袋戏啊，那个主角我的儿子今天要出来、啊，是，很重要，是不是？抓到会被老师怕吗？那明天就罚、啊。你刚刚是夹杂台语吗？会被老师怕？那怎么讲？你在讲什么？结果来读啊！我想要拉近跟他的距离。啊，老师拢定来阮家啊，啊，拢甲阮老爸讲，说你不乖是？拢无乖啊，啊，阮爸就讲啊，就怕。所以你爸爸是很严的。哦，他不讲理，我爸爸比较不讲理。我在左营哦，撞球很高手了。是。撞球啊，现在撞球啊，对不对？会买房子，以前撞球的那，哎。爸爸妈妈打死你！有一次我在比赛，在打那个赌的有钱的，我是没有钱可以赌，但是我打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但是就跟对方赌，别人出钱，我出打，这样。所以这个球进去就是要领钱的。是，哦，就刚好我要怎样打，要怎样打，再想，刚好一弄下去，我老爸也分打滚。我就也做下整齐啊，哎，球经阿边拢有阿边门，我阿经酸了，他就没赚到，没有赚到那个钱，钱没有赚到，我就跑了嘛，就这样。所以你从小就很会跑哎。对，哎呦，臭高照，臭高照哎。我后来发现朱大哥膝盖超好哎。怎么样？他膝盖是完全没有，你知道像很多长辈会有膝盖那种骨质疏松，因为他可以一直这样，你知道这样。哎呦，就他也可以这样很灵活。骷髅背起来。裂卡头物就用的心。看你的身材不错呢。哎呦，都瞎了。